大家好，我叫何叶维。我叫菲菲。我们来自深圳。我们在 AGA 学习高尔夫，很开心，是件很快乐的事情。这里教练非常专业，而且可以教我们不同方法去打高尔夫。而且每天都打九洞的，每天有不同的挑战。在这里可以认识到来自不同国家的朋友，他们都很友善，而且他们球技都非常好。他从来没有学过高尔夫，在这里三个月之后，他的七号铁可以打到160米，很厉害。当然，我的短杆也进步了很多，我很喜欢。